is John Todt。拖的是国际汽联主席，前法拉利的 CEO 更亲手打造 F1 冠军车神舒马克，跟杨子琼相遇在2004年的一场赛车活动，在赛车场上对杨子琼一见钟情，相差16岁的两人迅速坠入爱河，2005年宣布订婚，公开出双入对。真的这么爱护他的太太？那后来呢，我再看一看的时间，我在看到我旁边买我的 other half 也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我可以很大胆的说有这样的爱的。杨子琼说，托德的浪漫让他沉浸在幸福里，60岁的他不因年纪自我局限，从内心散发的自信韵味，每一个在镜头前的坚定眼神都能抓住观众目光。不要等人家给你机会，有时候很多东西都是靠你自己，